以报恩。古时候，有一位名叫胡熙，字伯安的人，平时非常喜爱放生。他所救活的龟鳖罗蚌不知已有多少。先生，要买乌龟吗？这是今天早上才刚抓的。这是太可怜了，这我买下来了。乌龟啊，以后你们可要小心，别再被人抓住了。伯安兄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刚才在市场上买了两只乌龟，所以来这里将它们放生。伯安兄真是菩萨心肠啊，你放生那么多龟鳖罗蚌的，一定会得到好报的。我做这些事情可不是为了贪图什么，自己的举手之劳就能挽救他们的性命，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？伯安兄，你的这种善行一定会保佑你这次省市金榜题名的。哈哈哈，那就借你的吉言了。几天后，胡伯安来到京城参加乡试，并借住在一位潘姓的朋友家里。伯安兄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间屋子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有劳盘兄了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呢？等你这次乡试高中后，我再帮你庆功。哈哈哈，谢谢你。伯安兄，你就住在这里吧，你看还满意吧？非常不错的，实在太麻烦您了。小宝，你把胡先生的行李放到屋子里。是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这些事情让小宝去做就好了，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。走，一起去客厅喝杯茶叙叙旧。胡伯安的这位潘姓朋友，为了让胡伯安在自己家里能安心读书进行省试，所以安排小宝负责他的生活起居。这天，小宝突然看到院子里出现一大群蚂蚁。啊，好多的蚂蚁啊！大约有数百只之多。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蚂蚁啊？这要是跑到屋子里，爬到胡先生的床上就糟糕了。对了，我用火把这些蚂蚁都给烧死好了。小宝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胡先生，你看这里有好多蚂蚁啊。哎呀，是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蚂蚁啊？胡先生，万一这些蚂蚁跑到你的床上，那你肯定会睡不安稳，看我把它们都烧死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把它们都烧死？是啊。不行不行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为了我一个晚上的好眠，就要伤害数百只的性命，千万不可啊。好的，那我就不烧死他们了。小宝真棒的。几天后，胡伯安入场应试。伯安兄，你此次一去定能金榜题名。谢谢你的祝福的。一开始，胡伯安先做了全市三书议的文章，一直到深夜才写好。胡伯安才刚刚把文章写好时，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群蚂蚁，围住了他的笔端，一直无法驱逐开来。
哎呀，怎么跑来这么多蚂蚁？哎，这样的卷子怎么能上交啊？看来还得重写一份。论述四经义。当胡不安把文章重新改为了论述四经义之后，他突然文思泉涌，下笔如神，一下子便把这篇文章写完了。后来主考官看了胡不安的这篇文章，连连称赞他的文章极佳。胡不安也因此通过了省试。不安兄果然高中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啊，那日下笔有如神助一般，一定是蚂蚁来报恩啊。知恩图报，这群蚂蚁受到胡不安的恩惠并对其回报，而胡不安则因为平日的小小善举而得到了善果。这就是因果报应，行善终会获得善报的，哪怕对方只是小小的蚂蚁。南无阿弥陀佛。